在这起大型的诈骗案当中，涉及社会的各个阶层人士，只有一个目的而已，打击老千。他们不在乎你多痛苦，就是因为有你们这群骗子，社会上的败类，或是我们这档防诈骗节目不得不重新上紧发条，向你们宣战。天也容不下他们。提醒民众要小心，不要掉入陷阱里。4月7号起，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，揭穿骗局，看清真相。